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把你们的眼睛注意到场中央，好不好？再一个，再一个！哎呀！加班了，加班了，加班了，给他一次。我们那里全部缺完，等一下要炒饭用。哦，炒饭。哦，哇，今天还要炒饭哦。你们吃应该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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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吗？还是？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底台布。是。我们就这样。剪个椭圆形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那我来这边切，我来这边切就好了。我觉得如果以我们的速度在做的话，客人应该会很饿哦。那是因为现在已经是5:20了，我们5:08要开餐，所以这个牙缝就要稍微翻。哦，好。先教你们直接做。OK。哎，是。椭圆，它就二三个指头，然后会在你的正中间。哦，好。然后接着碗汤匙，已经的部分会有两张，会摆菱形的方式。然后接着我们的筷子，然后摆杯子，就这样。那就是开始，我们先有三组，那就是做平均的三桌。好好好。至于我用那个盘子上面的东西，然后你帮我旁边杯子。哎，这个这么简单，哎呀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要不要先拿一些？然后等一下他就可以拿过去。好厉害哦！不要多，他就直接带走。哦。对。筷子。啊，我试试看是不是很难。我觉得我们来换手好了。这个，它这肉很新鲜呢。对啊，真的难呢。怎么那么难？我们会不会那个？他们要不要取消这一道？对，我觉得我们会不会踹完之后已经没有肉了？怎么做？哦，过来，这边。稍等我一下哦。Hello。哎，那个菜，快了快了。要多久？快了快了快了，快了快了快了。给个时间嘛。快了快了快了。49天啊。接近49天，可以吗？对呀。我们小菜也上来了，看在等，不好意思，看在等。就是你们外场没有处理好啦，现在在催了嘛，先把鱼出给他。好，鱼。哇，等一下，这个太烫了，很烫。太烫了，那怎么做？应该5秒钟以内就要拿起来，不然会烫，对不对？你等下去那边跳舞啦，就是会街舞。会跳舞。你就突然来个几下这样子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真的真的，我去弄。先上鱼来菇好了啦。也可以啊。外面已经在鱼性节目在干嘛？外面在干嘛？跳舞了啦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把你们的眼睛注意到场中央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外场小帮手，今天来精彩的表演，我在向你们双手。不要，它这个是乌鱼子，可以搭配着一起吃。1、2、3，谢谢。看他的手指头，他跳到那个，你看手套都破成这样，他没脚，我以为在骑车的手套。哦，我要拆了。